半年。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手冰凉，刚从外面拽进来的啊。你知道为什么把你们俩一块拽进来的吗？就正好碰见了吗？什么正好碰见的？我们有这么随便吗？你知道吗？这俩人是超级好友。这俩是好朋友。超级好友。对。韩晶民歌美声，韩庚的流行小天王，这俩怎么会成为好朋友呢？交代一下吧，你们俩怎么成为超级好友呢？这还用爆料吗？好像很多人都知道。对，比超级还超级。这是我弟。是我姐。真的，既然两位是好友，你知道这个谭晶上过多少届春晚吗？你知道吗？你姐姐？啊，真不知道，她没告诉过我。太多了。啊、你去年上春晚没有向你姐请教一下上春晚的秘诀或者是感悟吗？嗯，她也没说呀、啊。你看，她已经上过，自己说吧，今年是第今年是第十一次，十一届春晚，是年轻的。老资格的春晚人，那是吧？我建议韩庚，以前没问过，今天就借着机会现场问问，谭晶怎么样缓解自己的压力？你可以问问。对啊，前几次，前十次你是怎么去缓解自己压力？你是把采访任务交给韩庚了，你们必须的。那个其实也没有什么了，因为我觉得之前彩排啊什么的很多次，应该说每次都是有非常多次彩排，然后一次一次慢慢就越来越放松，越来越熟练了嘛。嗯，所以我想韩庚也是，他现在也已经很熟练了。真的吗，韩庚？要比上次淡定的多。比上次淡定多了。对，但这次好像这次虽然是很淡定，但是比之前的更紧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有点矛盾？这个韩庚那种紧张的，发现特别矛盾，特别纠结。那种紧张的，不是说是，哎呦，说不出来那种紧张。他这次不用唱，所以他更紧张。我听着都替你紧张。对，今年的任务非常特殊。很特殊。嗯，对。能透露一点点就行，一点点。一点点啊。因为这次我没有唱。你看看。嗯。那你干嘛呢？我一会儿看吧。我听说你们俩，哎，你们俩不会是合作一个节目吧？今天晚上是下面有一道题吗？我发现下面的导演有特别紧张的，说这不能透露，这不能说。哎，但是无论今天晚上有没有，我觉得现在都可以有。你们以前有合作同台过吗？对，我们有合作过。有合作过呀？对，我没看见过，那真的很新鲜。那我就不得不难为你一下了。但难为你的人呢、啊，绝不会是我，我绝不干这种坏事儿，这事儿让谭晶来办。怎么又交给我了？哎，你就是哼不同民族的音乐，我不知道韩庚能不能展现不同民族的舞蹈。应该没问题，毕竟学了六年嘛。可以啊，就是谭晶考，但是考我吧，就是还要唱不同民族的。那就这样，谭晶唱什么，韩庚就跳跳什么。好，好，随时来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但是我要求谭晶也站起来，咱们扭两下。扭两年了，那你们也都站起来算了，好不好？来吧，啊，我们都一起哈。是。第一首歌。嗯。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奶酒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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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里哟，阿里郎，阿里哟，阿里郎。哇！在那东山顶上，升起白白的月亮，年轻姑娘的面。在我的心上，我们的祖国是花园，花园的花朵真鲜艳，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的小开眼，哇哈哈啊，哇哈哈，每个人脸上的小开眼。我再加一个，北齐，两只老虎，两只老虎，
跑得快，跑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哎呀，太可爱了！我说这回来该你了，我这汗都出来了，下来了，不过热身运动了，真是特别专业，这一招一式都很到位、啊。是是是是是，坐下坐下。哎，其实你们俩演过之后，我真的放心了。嗯，第一，我觉得谭晶的嗓子今天晚上一定没有问题，是绝对 OK。而且又练声了，又练舞了，这些都动了。去年的开场，对吧？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点紧张。今天你完全放开了。我觉得你们俩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年的春晚都会给别人不同的感觉。今年春晚的亮点，跟我们说说吧。今年的春晚和以往十年都不大一样。对，应该说今年会给大家一种非常，因为以往可能都是唱的比较很大气磅礴的一些歌曲多一些，那么今年春晚会带给大家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。温暖的歌曲，关键词温暖。不一定是韩庚伴舞啊，不一定是韩庚伴舞，这又透露出一点信息量了。我能先问一声，你们有家人来吗？今年有，家人会在春晚现场。我爸爸妈妈会来。真的、对对对对。那你在你爸爸面前唱歌会更紧张还是更放松？因为我一上舞台什么都忘了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就最佳状态了。我一上舞台呢，就是每次上舞台都是一片下面看不见，谁谁谁都看不见。哦，谭晶的有家人来吗？我爸爸妈妈都会来。真的？哎呦，而且他们跟我会坐在一起，太好了。观看，你说是比较靠后嘛，所以我们想让他们今年就是第一次跟他们坐在一起看这个，再过除夕看春晚。对呀、十一年都没有跟家里人一起过年，对，终于爸爸妈妈守在眼巴前儿，看着姑娘唱歌，哎呦，得多高兴啊，二老是吧？啊，再这样，我给电视机前你们的歌迷，给喜爱你们的观众朋友拜个年，好不好？来，谭晶先来吧。好，在这里呢，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，祝愿大家身体健康，龙年大吉，万事如意。好，那我在这呢，也是借这个机会，祝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还有一直支持我的公饭歌迷们，祝你们新年快乐，龙年大吉，身体健康。好，公饭是吗？对，你公饭是你的歌迷叫粉丝，粉丝公饭你的祝精锐部队的歌迷朋友们，精锐部队的、那个，我也要祝我广大的泥鳅们那个春节快乐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唱歌？对，我们我没有，我们就是一道菜，三个是道菜，对，我们可以摆上一桌了，好吧？等你们下来再请你们吃饺子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好祝福你们演出成功，不多耽误你们了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加油！哎呦，来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手暖和了，刚我们聊完还真的有管点用哈，加油！谢谢谢谢，加油！